时间紧张，上帝真是智慧。所以其中这个方概，吼、哦，这个概论嘞，是咱信仰修道人的一个基础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咱稍等一下嘞，咱来用心来聆听咱的黄讲师吼、哦，来甲咱慈悲成全吼，白羊弟子为何爱修魔改？啊，好，那就简简单介绍到这。感谢你的慈悲，请道义鞠躬，请道义鞠躬。现在咱就以热烈掌声欢迎咱王讲师。王讲师慈悲，请道义鞠躬，问道义鞠躬，讲师午安，讲师午安，请坐下。讲师午安。
清净嘛。啊，你若心无清净，互你讲在人世间得了一万万啊，吼，啊，甲阮内心也无清净，你等于到遐，你家己嘛是徛袂了，自然就溜落来，吼。啊，所以讲修行无奇奇怪咯，吼。有就是讲，咱听道理了后，对吧？咱家己向内去去观照。所以讲，在遮坐，咱嘛是做一种个迄个修心，哦，啊，而且嘛是咧修心嘞。因为嘞，咱个心嘞拢固定嘞，伊就咱个班拢是咧第一学时啊嘛吼，啊有个拢是第二个时啊，像咱遮咱一些学堂咱就第二个时啊就开班啊，哦，啊咱遮嘞咱第二只嘛是拢顾虑着咱，因为咱逐个为了做啥物吼，时间上较袂拄好，啊所以就安排第二个学时啊。你看，咱的这些心就已经足动的啊！啊，鬼就是借着这来遮，也是甲咱修心，甲咱放出个心，会当修得的。吼，你嘛无通下着伊着，下往地主如何爱心无改？吼，所以讲，啊，未进入这地公的那学下子来讲这故事啦吼。那恁知影伫个宋朝时代，咱有一个范仲淹啦吼，伊是真有名的一位好官。这番中言呢，伊所想的无非就是讲为百姓哦。你看，伊有一次呢，得到一个好地利吼。那么，伊得到这好地利呢，啊，这风水师呢来甲看出来讲，伊这所在你若起在你个厝呢，吼，你个厝里来住，好天天搬家的拢，来拢有迄个子孙拢会当出事啊。哎嘛，伊听着安尼了后呢，伊讲，安尼袂使哦。哦，那像咱这，咱也是讲。啊，你遮好，就是咱家己爱拥有嘛。但是你所想的，毋是干咱家己尔。伊就是讲，啊，若遮有遮好的地面呢，我袂使干我的子孙子孙，我爱哦，佫较侪人有机会。所以就用迄个地呢，家己落去做迄个课堂啦。哦，佫较侪人来，当来坐，啊，佫较侪优秀的人当出师啦。哦，那么当然，一个学校开落了后呢，啊，就爱请老师来教吼，啊，所以就请一个辅导师。这吴老师嘛是正，哦，正用心要教伊只学生啦。啊，伊感觉讲吼，咱对我学这迄个范大人吼看重啊，所以我袂当辜负着这范大人的指导啦吼。我一定要教这学生啊，好好教伊教，将来会当传，将来拢会当成安尼。哦，所以呢，伊就安尼，就安那想，安那想，讲制定一个制度，吼，啊，要安那教教学生，然后会较紧会当成安尼吼。即个制度，我规矩制度嘛有，嘛是一种规矩啦。这规矩啊定下了后呢，啊，煞一挂学生囡仔在拢我着接受啦。因为讲，哦，啊，学册歹着接业绩嘞，哦，啊，大家着感觉讲，你个会当囡仔会当来读册，大家拢是迄落，咩讲来讲，附加的优待嘛，你甲人拢也着真关照。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你规矩甲定了伤济，伊煞。也受不了啊吼，所以大家只是去找老师咧，去抗议啊，讲教老师会当改变这个制度。啊，这老师想想讲，啊，这制度嘛是咧为恁好啊吼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嘛甲我讲去找咧别个人去参详，看要安怎改变安尼。啊，但是恁两个就坐遐咧咧上头边啊吼。啊，这班中间咧有一个学生叫做范成佑，蛮淑女啦吼，今年才十岁尔。啊，这学生咧有够。到迄落到做有秘密哦，伊伫个教会囡仔，你看伊会当会这叔叔哦，伊拢一定甲会，会甲足熟个啦。迄落过洋做戏啊，会使讲满腹个文章就对啦，吼，非常个优秀。啊，再看因爸爸呢，因老爸呢，吼，感觉讲安尼上脑筋，伊就甲伊讲来讲，干这代志该当我来处理，吼。啊，因老爸想讲，啊，阮大人有法度啊，伊囡仔有法度吗？哦，啊，就看伊感觉讲做有自信个啊，就感觉讲好啊，好个，去处理安尼。伊叫伊家做个即个代志，等吼伊即个后生处理啊。因为即刚刚个即个发生大事情个，就甲伊娘是怕叫起来，然后就伊讲啊吼，伊讲自我介绍讲我是范范仲淹个后生吼，啊我叫做范顺尧，吼啊我今日来来遮读册个，有去将来就是感觉。希望讲会当出书啊吼，啊因为阮老爸伊会直接去这学校，就是拢是伊咧上学的时间吼太辛苦嘞，因为较早咧读册无学校有读啦吼，啊
一定要还后来的人会当讲，好我用多读册啊，啊所以来去考一个这个考证，吼，啊嘛请这老师啊，啊这下制定着这制度、这规矩，有规矩嘛是要咱考试来当读书啊，吼，那如果你若感觉讲无得专心，若表示就是讲恁无想要出，吼，无想要升级啦，那恁就唔免浪费遮浪费时间啊。所以呢，这样还是要看着这高位金蛋呀，他会更加有利呢。再来，大家都注意点，哦，大家都拢好好遵守着这规矩啊、制度啦，哦。啊，所以呢，有当时啊，咱讲话规矩、制度定下来，咱会感觉讲，打开始咱感觉讲，都无自由的，你也袂使，你也袂使，哦。其实，迄个规矩呢，有规嘛是就是要保护人啊，哦，像咱老年为虾米爱使长辈生病，嘛是讲。哦，红灯到的时阵，你袂使阁过哦。红灯若过呢，你着危险啊！哦，共款的意思啊。啊，所以咱今仔日时阵嘛，都当时啊，咱会感觉讲哦，要请客进来，要请人来求道，还是讲要请人来学堂来呐？人拢当时会感觉讲，唔嘛，你学堂哦，你个规矩伤济啊。其实咱也感觉讲，咱若要去犯着，其实咧规矩对咱来讲，基本着无啥物作用啊。哦，就咱咧。政府定法律同款啊，法律分定位，咱莫去搞变，咱莫去搞变化就好啦。伊这嘛对咱拢无啥物作用，哦，这都是一种的保护啦。哦，啊，如果讲咱今日咧修道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咱为培养弟子，伊就爱修蒙界。蒙界呢，咱一般咧，咱伫咧道场较少咧讲，有咧讲的就是咱清道班，哦，咱若是清道班的时阵，讲出来讲是对蒙界。啊，咱今日听到讲到蒙界，好亲像有家有教的人教你学着蒙界吼。其实呢，咱只要你会咧进行正确的人，一定拢爱修着这蒙界。毕竟咱伫咧道场中内，咱爱讲着就是讲伊十五条五规。但是无论是十五条五规，或者是蒙界呢，这拢是咱修行者是爱遵守的，吼、哦，啊有咱修行一个方丈。咱若讲。我变做呢，那安怎无去甲顾虑着？那安尼嘞，今日就是较一样。咱上面咧了完，啊上面咧作业，啊到尾也转去嘞，就加减拄拄的嘞，哇，啊就学个较济啊。啊今日咱一世人安尼做烦恼的，敢毋是安尼嘞？就是像咱茶杯也共款，这茶杯也会当变水，伊就是无啦。吼、哦，啊今日就是咧来学堂，咱就是有咧了完，了完就是一定咧。啊！如果咱若讲完了，就这哦，概率，那等于就是这道啊，安尼公平嘛是做袂出来啊，哦，所以就是讲，咱爱依着这五戒为师。所以呢，咱始终甲伊讲啊，那恁呢也袂当依教为师，必须靠戒为师，哦，所以讲咱其他人也袂当依教，甲就是讲咱的自心重要的是。我妈上来当干啥的？哦，我是讲有滴拜人哦，你安尼不是哦？妈上来，哎，这是啦，这就是必要啦。啊，就是说，这届就是讲，这届就是讲，你已经要去做啦，哦，你先到遐要去做啦。但是你要去做的时阵，你可袂去当第一届秘书会使哦？我今日是唔做，哦，那工资讲会使安怎呢？我去做，我就叫你做业啊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哦，所以讲，这件呢，对咱呢，其实讲是一种的迄个保护啊，哦，伊会当伊是一种的做法，哦，伊就是要解释咱的心，会去放松，会去随心所欲啦，哦，所以呢，在过去有得买这款的时阵啊，哦，那大家地主来讲非常的伤心嘛，啊，其中呢，伊有迄个阿兰尊者呢，就去请教着咱。有道做坐的时阵，我拢以有道为师。那有道无坐啊，我要以啥物为师呢？那有道呢，我要以坐来讲啦吼。将来呢，我无坐，但是你会当以着波罗揭罗车为师。吼，波罗揭罗车，反正咱的含义，伊也是含义。反正咱的话叫做戒律。吼，你来以戒为师啊。吼，所以呢，这戒呢，就是当做咱的身心隔离。正规，吼、哦，你得清清楚楚，吼、哦，该呢你会当防备之后，吼、哦，咱若有这
拢非常的重要吼。虽然讲有蛮侪世间不离世间噶，啊不离世间噶，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以戒为师，修持五戒，即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如果你是修持五戒，就能完成我们的人间甲地狱众生的素质。即个五戒，咱就头前变成分啦。咱就是卖做起来工课，咱卖做起来工课咧，咱自然就会当提高咱人格的修养啊，搁会当提高咱自身的素质啊。如果你若去做，你啊看，一个人，你看一个品行好的人，伊绝对袂去做迄个无好的代志啊。啊，比方讲今仔咱修，咱今仔咧修行，就是要提高咱的素质，所以即五戒对咱来讲咧，咱就是会使去完成，因为你甲看。心头就不邪淫，无意淫酒，这拢是保护咱家己的身心。我不但不只保护咱家己，咱嘛是会去伤害别人啊。你卖做这代志了后，你自然咱的品格就好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来讲，那么咱就来讲这五戒嘛吼。五戒咱知影吼，就是这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咱嘛知影讲，这咱都拢知影。但是咱来当作谢谢你家的用心呢，咱就分清楚讲，为虾米咱就是爱心在弄个，所以咱就来讲不杀生，不杀生就是卖侵犯他人的生命，就是讲不要亲像人啊、动物啊、一寡迄个细只头家啦，迄种，若讲会凡所有生命拢是大家拢是杀生怕死，虽然咱会去害人。一般咱较袂去杀人啊，会杀人就是讲有当时啊，人若咧生气的时阵，失去理智啊无事，失去理智吼，啊生气起来吼去杀人，这有哪会啊？啊有诶就是安那，你共无在后面，伊着要得到人诶迄个财产啊，你啊看，伊要要伊着要得到伊迄个保险费，然后别人伊嘛敢去家杀，去家杀杀啦，这种诶人啦，后来真正是毋是人啊，已经毋是。这种的咱害人，咱就较袂冤家，但是咱害冤家就是这动物，这动物有阵时咱一般也无清楚的，咱害伊，比如咱的狗肉啦，咱讲的讲，已经飞啦、地下走的啦、水内踅的物件，伊会出出的，会说讲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见，这拢会人吼。所以呢，咱讲的讲。你嘛是拢会死生尔，所以你若你家己抓着呢，你家抓着呢，你嘛是伫训练呢，你是伫讲话尔，无伊嘛感觉讲，伊嘛会甲伊讲，我无要死啊，但是咱拢会去个，在伊个为着咱个教育，所以咱就去使下个生尔，所以呢，咱用文字甲伊讲啦，文字即个真实啊，见其实不是见其数，闻其心不是实。习文主官包住，所以讲就是伫个文主天内面就是住啊。遐尼文章吼，伊就是讲，因咧拢有咧祭天，祭天拢会掠咧鱼嘛，掠咧鱼咧抬，然后祭天。安只鱼掠来时阵，看伊只鱼个，敢若足惊个咧，迄只鱼伊原来有灵性个，有当时你去甲抬哦，原来有咧，伊原来会惊个，就看迄个面。这鱼会用嘞，看到人去甲抬鱼嘞，伊只鱼也唔抬嘞，伊感觉讲，伊只鱼会惊嘞，所以伊起了这嗔恨之心，伊就感觉讲，哎，鱼无罪，无你只鱼卖抬，伊看鱼嘛，所以民主伊就看，伊就看鱼会用，伊就想不到咧，就是现在是嘞，现在咯，伊就甲鱼会用讲啊，鱼无罪，但是你敢知影鱼嘛是无罪啊，但是咱拢为着咱嘞。有咱的年纪，有着咱的教育，拢会想讲要去抬迄个物件。所以连文主唔才甲伊讲，文主对伊最清楚，伊就是见其心不离见其事。这文主的人是安尼啊，像这文听着声，伊更加不离是一只的吧。所以讲，其文主观包住呀，包住就是咱的文化，就包括像咧这些海人的所在啊。文主伊就是教咱接近迄个文化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人拢是迄个自卑的迄个程度啊。所以讲，对于一些。
上界上重要是三件代志，就是栽种子，吼，栽，因为植物啥物咧，你莫食栽，伊就是无要用着咱家己草木，是杀生害命，杀生，吼，因为这是生命的生命嘛，吼，啊，咱为啥物会种，会种乱？咱看一个种乱，你看偌济人会死伤啊，吼，所以这分子的人，伊常常爱看到这个这种的物件，爱控制东西。中药类药蛮容易，无非就是要减少着这杀害，吼，嘛是为着咧，卖大家咧各各国家烧济，你看，一个战乱下就死死伤偌济，吼，搁有这疾病啊，疾病就是破病嘛，人咱会食某个话，咱会破病啊，吼，啊破病咧，咱会感冒咧，咱讲起来医生嘛包药啊，食食就好啊，但是咱即摆。病咧，咱即摆文明病拢安那，食了上好啦。会记咱较早农业时代吼，逐个食做歹，啊嘛做辛苦咧吼，啊逐个嘛是有感觉讲也无啥物病症，啊但是即摆食食愈好咧，你看逐个迄个文明病也毋免济，而且咧较早嘛无惊啥物癌症咧，即摆癌症一大堆咧，就是安尼，吼，这嘛是拢因为个人，拢食食咧会关联起来影响，吼，所以咧，咱讲来讲。咱咧互相就是卖杀生，吼、哦，因为毕竟咧，伊咧迄种，咱咧动物伊同款有迄个生命，所以咧，如果菩萨人伊就是了解啊，所以不论只要是有生命诶，拢是吼，就是咱讲一时动物，伊袂去来伤害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拢会感觉讲，啊，有当时啊，咱咧伤害迄个，咱咧杀迄种动物啊，吼。那小只的食粉丁，那有阵时也会冲掉。我看起来讲一个邻居女士伊的故事啦，这邻居女士呢，伊就是讲伊有得着一种皮肤病。那么伊种的皮肤病呢，吼，就是迄、那个，咱讲的讲迄个日光疹啦，吼，日光疹伊就是流汗流头泡咯。伊若流头泡的呢，伊就红疹过会青安尼。啊，所以你逐天若要出门咧，拢叫你包甲白白白安尼，吼。啊，伊为虾米会安尼咧吼？那么，伊这个因缘就是讲，伊伫咧细汉的时阵吼，伫咧读小学二年的时阵，啊，就拢会等于转到阿妈遐嘛。啊，转到因咧阿妈遐，就拢会照顾阿妈。啊，照顾来伊拢有饲咧一寡个，鸭啦，也是拢有迄个小蝌蚪。哦，啊，囡仔嘛，吼，伊是讲阿姆顺啊，啊，所以拢在了，不管迄个，拢伫迄个四排椅啊，小蝌蚪，你知影无？迄四排椅啊，迄个囝，吼，啊，伫迄个小蝌蚪伊来耍，然后咧，伊就甲用迄网啊网的吼，啊，就甲放伫咱迄个换边的石啊石头的，啊，咱知影讲，伊拢甲迄包裹起来，拢甲放伫咧换边的迄个岸边吼，迄石头边。啊，搁伫头壳内呢，啊，一个小骨头嘛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结合着这个经验了后呢，伊就是讲伫迄个大学，在读大学的时阵吼，含咱去咧写，咧录音啦吼，去写录音，啊，去参加写录音啦吼，啊，伫迄个电脑头壳，啊，读册吼，怎迄个镜头怎就出出来，哦，啊，这镜头出出来了后呢，伊安怎看医生都无效，就反正吼，迄个皮肤吼。就若咧痒啦，若日头发热吼，就是痒啦、疼啊，安尼，所以大概就不爱出门就对啦。吼，啊，经过一段时间就感觉讲，哦，啊，这是了较烦嘞，吼。那么有一阵嘞，伊就是，伊过最后伫个，伊原来有来收银啦，啊，有一阵嘞，伊就让伊知影讲，就是因为伊细汉就下这个银嘞，所以讲这关系找着伊要来，吼、哦，要来。安尼啊吼，啊要办，伊只有就是讲，伊就法官啊，伊甲你忏悔了后，忏悔讲过失，然后呢，伊就法官讲吼，从今以后，伊每做一项工作，伊就回拢互遮个小朋友嘛，哦，所以伊就伫佛堂内面拢会当供养供养完，所以每做一个工作呢，就拢甲回拢，哦，即个即个小朋友安尼。啊，经过三年过呢，伊这个皮肤病，啊，这个不停不甲怎消去，啊，怎好？哦，
所以讲，咱有当时仔拢会无形中会去伤害一寡生命，啊，咱拢毋知影，无迄个理解嘛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呢，咱因为咱拢无接受着这真理教育，所以咱毋知讲因果的利害关系啊。所以佛陀伊甲伊讲啊，主法甲伊讲，但是因果不通。吼、哦，啥物拢通，但是咱这因果呢？吼、哦，你做啊这因果呢？还是就无得无得那输两关啊！你看，伊收十岁啊呢，迄、那个伊迄、那个环境阁找着伊啊，所以看咱了解，有诶是现世报，有诶是阁经过几啊世才阁来报啊。哦，所以咱未使无了解啊。所以有经文来讲啊，但是天大千劫所做业不同，因缘会合时各有万种事哦。哦，所以讲这因果诶厉害，咱未使无了解。哦，前头嘛甲伊讲。一切罪中杀生是用业力罪中，一刀还一刀，一命还一命，是道菩萨和诸轮回的善恶分别，不是菩萨。好，所以讲咱杀生是用，有代志，我感觉讲这也无啥，啊，迄就是要人吃的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有当时啊，咱是讲无食无食素食的话，一辈子无来吃，那个罪比较少。啊，但是若真正杀生安尼，就真正做会正重哦。咱拢袂使去甲轻视这几种诶代志。我甲伊讲，讲就是讲，有诶是现世报，有诶是讲经过几啊世，安尼甲报看着啊。啊，互我讲着咱，互我妹妹就好啦，伊嘛是现世报咯。伊就是吼，伊家己诶国家，伊就是台地嘛吼，啊台地伊就是台地了后，拢做土地袂平吧。啊，我妹妹拄仔生了三个囡仔，一查甫个，两查某个。啊，拄仔一查甫个甲一个查某个，这两个呢，拢为着要饲猪个关系，吼、哦，一个是去猪店帮人妈咧卖猪肉，啊咧加肉笋，肉笋，啊手去伸落，啊加动这手吼，啊加动猪，吼，啊一个是迄落。在用那个什么木草，在搞木草哦，吼，搞好以后要当个饲猪的，饲猪也饲牛的哦。啊，一个是叫狗的，啊，拄啊两个拄啊拢加饲牛饲嘛。啊，搁有大件的，迄个查甫，即个大汉查甫囡仔的，搁有一件吼，拄啊含含水煮汤的，啊，搁不成食的，啊，就老无生意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这么严重的代志呢，他们。大家甲看出来嘛，知影讲这物仔拢含咱这个地嘛，爱杀生有关系，所以就来这霸天树，但是拢已经上班啊，是不是？因为讲杀你杀生害命，这种的这个罪真正是，要讲一命还一命哦，咱不是袂使讲袂使小看这哦，你是咱讲的讲，不是无道，时间较袂够的哦。哦，所以咱有当时安尼看咱呐。人咧台阶台大诶人吼，伊拢会嫌这超生。伊讲囝啊，你无怪，你是人间好食菜，人好食诶，我无台，好乖，卖变我食啦。吼、哦，遐嘛，伊咧台阶台大，伊嘛知影讲吼，这袂使哦。但是为着要生存嘛吼，想要做生意，伊也是爱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念遐超生字咧，伊感觉讲生意较会安啦。吼、哦，但是呢，这种。这种杀生的行业哦，咱尽量卖去做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今日这修行人讲，是做菩萨，讲出轮回先人慈悲，那么咱就是不是菩萨，吼、哦。因为恁将来就是要了脱生死啊，啊了脱生死，恁若讲恁这口业无断，你绝对就是爱杀生的嘛，吼、哦，爱食这种生吧，啊食这种生吧，你将来啊呐，赶快开悟。哎，菩萨就是慈悲啊！所以文章底佫解讲啊，因不离你万物中化，中化又何样？解因不离切勿自私。好，那为甚物万物含咱拢共款的啊？拢有生命，但是为甚物咱袂当含因中化了？吼，拢因为咱毋知切勿自私嘛。好，切勿自私咱会做自私，一定咱讲会讲良心拢家己个家己命来。好，因不离做自私了。以前咱进前嘞，咱必须单位有请一个嘞快充的一个弱讲师。那这弱讲师呢，伊就是拢咧饲猪仔，饲猪仔拢袂熬起来一台啦。哦，啊，因为伊
一处就是讲，我真正底下你敢看到我伊迄个即个自信生出来了后，伊从出去后伊拢无，伊个底下拢无害，甚至伊个底下拢可以食东西。你刚才讲过这个是咧，哦，这个肉酱汁啊，咱在别网络上会当买个，伊个。把伊个底下拢当个当做伊家己个咯，伊家己个咯，经营个款啊，拢下面来做个生存。啊，伊本吼，伊嘛是啊，做个有福个物件，吼。因为咱在当亲爱的人家影响，咱会使吼。你像咱这个伊就三年嘛是啊，有亲爱的人讲解吼。所以因为伊本地嘛是讲咧自己咧卖咧，吼。所以咧，因为啊，就是迄个一只猪个感情，触动伊个自卑心。会将出了后，就怎啊，吼，而家个，怎啊，迄个变心个价值低啊，吼，所以讲，万物伊拢有个灵性，伊嘛咱感觉会惊咧，你看这只水牛伊嘛会流目屎咧，吼，恁这只牛伊嘛会流目屎咧，迄就是讲伫个迄个，伊个世界是毋真难过得啦。就是讲有侪工人，穿着只，看着只只水牛嘛，是要去迄个去台来做迄个牛排啊。啊，只只水牛啊，抬到抬到要到迄个迄个屠牧，要迄个屠宰场的时阵呢，只只水牛呢，做甲肥嘞，啊，一下一直穿，啊，搁目屎一流一流安尼啦。啊，只工人看着呢，拢感觉奇怪，啊，只以前啊哪会啊一直流目屎，啊，搁哦，一直甲揪起来，八个人八个甲揪，呢拢揪也袂停。
啊，师傅啊，你今仔若无交接就错，啊，你师傅啊，就来讲啊，我奇怪呢，我昨暝做一个梦哦，梦见十一个囡仔来甲我求情啊，伊甲讲叫我着叫叫恁老母啦吼，啊，我才甲问讲，啊，我是要来叫恁老母啦，伊讲啊，你明仔就莫交接就错就好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下早也起来了，我就无交接就错啊，啊，伊讲十一个囡仔。哎，想想啊，我想着恁兜迄只猪哥拄啊生在迄只，在迄只囝仔，才想着讲，哇，这是囝应该有关系哦吼。所以呢，从此以后呢，伊嘛拄啊，把迄个迄个，无要去杀业啦。吼，所以甲伊讲，一切人要注心的，拢是人做业之报身的，吼。啊，因为咱就是袂歹事嘛，啊，毋知讲咱人拢会讲，做人你无位如何做，你着哪是？所以你后出事就是一个对全身，对你个性落落去个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讲，不喜怒你众生，该用心不客气的说，你应该用心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咱有当时来看，迄狗仔有当时啊，哪会遐尔啊，含咱人同款安尼，遐尔啊巧安尼，因只是吼，伊抓住迄个狗仔心啊，吼。袂时啊，你看伊搁会表演嘞，吼、哦，像迄马啊，伊拢会表演嘞。有啥物有迄种诶迄个情形？迄因为就是过去式，吼、哦，过去式嘛是做人，啊因为袂歹去，啊所以也着迄个心，吼、哦，啊所以有诶咧，有诶咧，抑搁有迄种诶迄个记忆咧，抑搁去叫伊创啥就去创啥，吼、哦。咱就是咱过去新闻报道有讲有侪外国囡仔，哪两岁乖囡仔吼，就会甲伊妈妈讲啊，讲妈妈我是你较早饲诶宠物，即、這个。血雕嘛，看咱妈妈是写个血雕，吼、哦，我是你嘴个血雕来面三只，饲三只来面其中个一只。哎，妈妈感觉奇怪嘞，一个两岁半个囡仔吼，竟然来妈妈讲这种话啊！哎，妈妈就想讲，我这种代志我嘛无予伊先生知影，因为伊这是伊还未结婚以前饲个宠物啊，吼、哦。哎，伊即个生个，伊结婚了生这个囡仔，哪能？建议三岁、三岁，吼，到三岁，养狗会啊，佮来妈妈讲，我是你饲的，较早你饲的饲了其中一只，哎，妈妈佮第一张面来看呢，佮会来听讲，我是其中第一只，吼，哦，所以比较恐怖吼，我咧了解讲，你信不信咯？感觉讲一个所在来的，吼，你是予咱买卖去尔吼，所以咱袂使无了解，吼。所以不因我随意就一点事情嘛，呀，那个动物跟咱人拢是共款的，只是咱也的，咱人讲话讲，你若有迄个积极啦吼，你较有钱的，亲像人讲的讲，你较有钱的，你就去做钱，你就去做金丝啦。后摆你讲这家族嘛吼，你就去做钱啊，你去做钱做金丝，吼，啊，搁较低赞助的，咱就是讲咱是当。做咱个人生，咱会讲出来出世做人，吼做人袂使讲非常个舒心吼。啊，你若毋知收，就去倒去遐去啊。所以嘛，也可以讲讲，众生起来才是命，如果起来才是众生，研究众生是命，即个生存就不是活，吼。咱众生就是爱咱个生命，吼，因为爱咱即个心呢，啊，所以就是讲爱开食啥补啥安尼就对啦吼。啊，但是。菩萨就无共款啊，菩萨伊就是爱相信，只要有念心嘞，吼、哦，伊拢是共款，拢一视同仁啊。所以会当救众生出现，即个相助是不是话？今咱就是咧学佛嘛，咱学佛，咱就是爱学诸菩萨个精神啊。咱不知就把咱自家个心怀，甚至呢，咱学佛真心去伤害咱迄个动物、迄个生命，吼、哦，共款个迄个意思啊。所以学佛就是咧。安尼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在地道里嘛，甲伊讲，注意追踪杀罪罪人，如果得到五十岁，作为公职中诶，就是杀伤害人，即个最上面重诶啊，吼、哦，啊你若要公职中上界大诶，就是五十岁，所以你若看六十人咧，吼、哦，咱若咧。咱若咧看，人若看，食钱仔会当去办吼，去管伊工作偌大。甚至咧，咱若讲有咧辛苦病病啦，
这是讲咱的事业啦，不顺人，哦，咱会拢会发觉讲，我个心到伤心，哦，啊，无形中咧，你看，你食一段时间过了后，咱的命运就慢慢改变安尼，哦，这互咱了解讲咧，不杀不杀不食，业障就上解脱，哦，所以讲讲，天之大定，万物生；地之大定，万众生；人之大定，万众生。所以咱来效法伊个内底放心，伊个做这一内底，伊拢真有滋味。哦，所以讲，咱今仔日要收了后呢，你来看，咱会当一条万物拢一时动态嘛吼。那就是咧看咱动物，咱看着万代哦，足好，所以咱袂去伊伤害。啊，袂去伊伤害，自然伊嘛是会另外伊买人较亲近啊。咱足自然，因为咱有一个月的相互支持，吼，只有一个月的相互支持呢，人个动物。伊就会挂哩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就是爱好发着这自己的代志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人放心自己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咧，咱常常信物伊，伊的本名就是安讲，吼、哦，因同无之性，但降临之时，见百之心情，鲜花出落下，盖色生灵烟，点贫万劫贫，便可点贫罪，又可生太子。道理无边，地下无边边，广传众生义，遍传众生义。好，哎，诸菩萨呢？吼，像迄心灵呢，大家拢是慈悲的啦。吼，所以呢，你家迄落大家拢有你家排，有当时啊，伊嘛是做烦恼的，因为遮侪种来送来担。吼，那亲像我为我的啊，其实咱拜拜嘛是拢恁家做恁食，伊嘛是做烦恼的吼。所以咱有阵时啊来讲。手会看爱报道，报道人讲的手会是迄落慈悲会嘛，有做伊是做慈悲的，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当你要拜拜的时阵，你就先发出个就好啊，免着搁送来这生灵，你送来这生灵呢，等到是咧做业的啊，哦，所以讲讲呢，哦，介绍生灵面减轻万人病，哦，甚至会当搁减轻一个新界主，那还有蛮多的物件的，哦，为虾米落来买一堆？拜拜一堆，但是还佫食袂起啊！你看即卖人真正，迄粉仔呢，有当时做咧呢，拢像迄鱼啦、虾啦，吼，也是鸡安尼，规只拢无食呢。啊，你为甚物你无去食？吼，啊，你拜拜还佫单单条，咱为甚物爱着安尼做做呢？那好多咱只好用这个方式做，做较顺，做较减迄落减动力啦。哦，所以这嘛是迄落非常进步的。那是人呢，伊拢会降下着这负面的，无非就是拢严重。爱叫爱检测心灵啊，吼爱注意为重。所以师尊解讲啊，过你一生，盖世终身无所不退，终身无报，就在足天道，也不得多人之手，一当无，当无愧之中。哦，就是讲咱有诶，有诶咧，有即个有咧食菜人吼，你看有诶咧有咧食菜，但是伊无咧修心吼。即种无咧食菜，无咧修身，到尾也要退去，嘛是共款足性倒去哦。但是伊咧足性倒去咧，伊咧袂去受着这个哦红杀害。那个看咱即卖宠物足侪，哦，一种狗啊、猫啊啦，哦，大家拢是安尼，比咱家一个囝都较宝贵啊。啊，为虾米用遐侪迄个宠物？啊，因为个即卖人个，大家要顾死贵啊。大家要甲你做伙啊，啊，但是要叫你。